以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再次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蔡淑臻，将外科女医演得丝丝入扣，魅力十足。这回蔡淑臻三度角逐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祝福她今晚能成功把金钟带回家。想请问一下淑臻姐，你在剧中不戏形象的演出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，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，诠释得非常自然。想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样特别的功课或准备可以跟大家分享呢？里面的小刘一直是我隐藏的个性，隐藏的自己，隐藏的个性，是我隐藏的个性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可以表现。哇，这次跟淑臻姐在里面有哇尺度很大的床戏，对，那你那时候在拍摄的当下，通常是一次 OK 还是会有一些 NG 的次数？就慢慢来，交给前辈。哦，感觉就来了。带领，但是那一段又精彩，最后又感人，真的是看得非常的演得非常好，所以演什么像什么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的演出，祝福你们今天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。这一次入围很开心。希望入围的七项大奖都可以拿到。我觉得可以跟那个淑臻姐一起走，我觉得蛮开心的。